觉好像还是挺平常的吧。半决赛中感觉还是稍微的就是想的结果了一点，在金牌决赛中反而感觉让自己踏实了，因为就是想的说不是第一也是第二了，那就这样吧，就去拼。计划就是多打比赛吧，多进前八吧。感觉挺好的，要是一二三都是中国的更好的。就是想跟我父母亲说吧，就是说我拿到了世界杯总决赛的冠军，也就是世界冠军，祝贺我吧。